Junior 在今年六月宣布登记结婚的喜讯，收获大批粉丝祝福。然而日前他发文晒出了一张酸民留言的截图，对方指责他很败家，买这么贵的爱马仕包包，还质疑他花老公辛苦赚来的钱，认为 Junior 很可怜。对此，林轩宇表示，老公除了在自己生日时送过一款精品包之外，其他的包包都是自己买的，并没有靠另一半的钱过活。然而该酸民并没有就此停止攻击，反而继续留言嘲讽他住在老公租的房子，根本不用付房租，当然可以存到钱，如果没有另一半支援，他能赚多少？林轩宇也直接反击，认为对方很可怜，因为自己这一辈子直到现在，就算没有另一半，自己也能过得很好。至于酸民怎么想，他都觉得无所谓，而且自己被 Junior 照顾得很好，也觉得非常幸福。他开玩笑称，酸民难道不知道自己闲着也很辛苦吗？接着表示自己还蛮会赚钱的，让许多网友替他抱不平，希望他别理会酸民的发言，也建议他直接封锁对方。Bye.